最佳照片。好，开始对你想要拍的东西。好的，他帮你连拍八张了。然后呢，他会自动帮你选出一张他觉得效果最好的照片，他觉得是这张。那我只要按完成，他就帮我存取这张照片。那假如说，我觉得第二张也不错，第三张也不错，我就一起把它存下来，按完成。好，那他就会自动帮我存取到他的媒体库。先拍摄，看，非常的方便，看，赞赞赞，这是我刚存的照片。